小姐，你在夏威夷披萨。我没有叫披萨。哎，你是你要干嘛？我没有要干嘛，我其实送披萨来向你道歉的。这个很好吃哦，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甜甜咸咸的，很有海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很好吃哦，你要趁热吃。我先走。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热腾腾的外送披萨，但是没想不到居然还有第二次。小姐，你的夏威夷披萨。第三次。哦，小姐，你的夏威夷披萨。第四次。小静，你的夏威夷披萨。渐渐的，我开始觉得这个男生似乎蛮有意思的，起码和我原先想象的有些不同。我有预感，我和他大概会有一些牵扯，就像刚烤好的披萨上面的 cheese 一样。